大家好，我是李晨。刚刚各位的手机都收到了一条模拟诈骗的短信，没有一个人被骗。同样的手法，有的人就被骗了，被骗了数十万。你们怎么看？太信任，智商好像不在线。太傻了，防范意识太低了。被骗的人正是他，而这件事情他整整隐瞒了家里人三年，他的孩子也在现场。是什么让他无法面对？正是因为这些，他们才不愿意说，不愿意面对。现在，我要请出其他嘉宾。这二十位受骗者也都是在座各位的家人，这就是今天请你们来的原因。请问我怎么那么的把他接过来呢？想开。